大家遇到这种球比较直啊，高杆低杆白球出不来的情况下，教大家一招啊，咱们可以立杆扎右塞，白球一个弧线就过来了啊，看着啊。看老铁们，这一下就过来了吧，这多帅呀。行了，别转了，耽误时间啊。然后这球高杆给点左侧旋转，减小分离角度。14、15中带这不来了吗，是不是啊？14高杆推进。这球15的话先叫11也行，拿11调10。知道吧，高杆推下去啊。多推一点，对，这个角度非常好，因为这角度叫10号多得劲啊。给点小低杆。多得劲啊。然后10号球这球没啥了，推进就有位。对不对朋友们，看见没，高杆只要推进就有位啊。板板正正的，然后这球13号球是一个低杆呗，吃一库过来，黑八叫那个中带，最稳妥的了啊。看一个小低杆啊，必须得嘎嘎直了，这手走的，你看这，哎哎呀还行，再走贴上了啊，没犯规啊。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。玩的呀，点个关注吧。